现在很 beauty 啊， so beautiful 啊，好的好的，我这个每个月320个手机月亮，博美 so cute 啊，对，我的博美马上去找嘛，我是黑龙，我是黑龙，你给美女大小美女和你不一样啊，对，他们没有，一般都在抖音直播。好，我们到了火宝的话，它就叫专门叫提升的叫在哪里哦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这个这个搞不出来。哎，不管他。谢谢啊，大哥关注哦，谢谢。像老高那些老高项目，那就是几十几万上市。老子。他现在节目其实都比较没得看，都不敢不敢当神。越讲越搬新加坡嘛，以前他不是在日本嘛，他搬新加坡，新加坡的一般人说是不收工资的，但是好像因为说。操！因为这个，中国的没有收钱，我比如你收一千的，他们都是什么样子？我有朋友也是，开过去了呀，开过了本地的，不进去哪里了？但是开会加不进去一般。手机说要过来，手机过呀。让他过来吧，但是他来，你不要都是随便嘛，随便他洗。他是有家庭，比较困难。好多那个注册公司都整了啥子，啥子微信频道啊，啥子开麦频道，啥子都有。一些天。几级那个嘛？几级那个是哪个？那个拍摄那个几级？来不来？在哪里啊？那个拍摄的。谁啊？他发的照片是个一个什么？他的抖音名字叫几级嘛？对，是跳公司。等一下跳啊！等一下再跳。太多了，拍抖音好多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账号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每个人都有账号，你不知道哪个。都是要多有钱，从哪里挣钱？找人，就是因为他觉得，就是他这个想法。不是七百万粉丝。是不是在那个阿拉伯？是不是找我？我刷的不错。他们在拍视频，你不去？啊，谁呀？好，非常好，你那不在拍吗？下午。下午。今天那个是不是没来呀？继续做吧。那我们来玩吗？在哪里？啊，他这样子。那是的。这是英国的人，他是英国的，就是这里。嗯。外国的，对。外国的。对，你有买过吗？没有，跟一个贴身的。13个。点赞好多。啊，点赞不多，点赞播的时间一个小时23分钟播。嗯。点赞不知道怎么看。你用英语的去说。Right here, mom, we're gonna face that and all. 过来。哇，好合照哎。张小白，对。
啊，十二币。哈哈哈哈哈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刚刚的歌我听不到。只会随时抓，很方便。是。你现在在带货。整个很安逸的，所以说一跳。是涂他姐那个是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两个玩一下。真的会高科技。你扫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到哪里去花了？你扫了花子自己烧包。韩国，不会的。真的，